一类就有逃、哦。这个壮没水准，这样子。哇，差点把大家撞爆了。你的熊呢？你的熊呢？我哦，他是一心的小安妮哦，不要这样子。小安妮，小安妮，差一点就输了，是可怜小安妮。我都快死了。我说爱在你耶，啊！大家都把安妮带回家，他就是我刚刚一次刷到两只。但这个大克斯是怎样？为什么看起来那么炫炮？你看一下它上面是写什么的？终极闪光？不是，左上角也是什么颜色？就是它那个红色。没有，它有什么密什么术士啊？密术士下面那个上面吧，它是钢铁石哦，钢铁，它是钢铁属性的拉克斯哦，菠萝，因为我只看它那个一直闪亮亮，想说到底是怎样。菠萝，你好恐怖哦！我快死了，我之前一直以为拉克斯只有一个，你把我打死了，后面才知道有很多，是因为换它会换形态的关系，所以它有很多属性，对啊，它有很多属性。哦，被冲下去了！哇，这是一笔投资、欸。对耶，我怎么把我的那个卖了？嗯，没有，刚卖错只东西。完了，我有点经济，找不到火人。是有人先拿，也没有啊。火人呢？啊？什么？不不，还是不讲话。失踪的波波。蜜蜂讲不要，不要，蜜蜂讲你会死。我的熊啊！我下去了。你终于肯讲话了。老实交代吧，你干嘛去了？喂，老实交代吧，你刚是打嗝。他又不见了。他不 OK 咯，他被打下去。你在啊？你怎么都不讲话？你老实交代。我跟我讲话啊。你没有？你没有啊？嗯。所以我刚讲你们都没听到，对，没有。你看，我就说嘛，我以为你在吃东西还是干嘛的。啊，拿着它，不知道拿啥哎、欸，要修。刚刚我还说波波可能会没开麦，你居然听到还没开。大哥，我在回说有啊，我有开啊。那、啊、火人来了，大家终于来了。长腿叔叔，努力工作，抚养我长大。杰瑞，疼。那谁的镜像那么凶？火人。这个壮真的有水准，这是谁的啊？有三星，三星色雷西。哦，我的。焦宇把我打死了。碎啦！我好对不起。碎啦！嗯，到底是。水晶使者，不要夸小，嘎
看这个九头狼。哇，怎么那么多安妮？好啊，那么多熊，怎么多安妮？那么多安妮，是啦，是有两只啦，也没有那么多只吧？超痛的啦，快死了！自为狂战士，哦、白痴！我刚是。四位狂战士，我给谁啦？这手套干嘛的、啊？我忘记了。哦，英雄一段时间了、啊、哦。没用哎、欸，手套棒棒。算算算。白痴，他把龙吹起来了，我打不倒。等一下，龙会想飞嘛？之前飞一下。对啊，让龙飞一下。我想说，他、啊、怎么开始了没开打这样？别停了，笑死！他想飞啊。攻速跟跳跃。这是大家分数好像都蛮接近的，是的。我的夜曲杰克，哇，来不及上去，我早就倒了。小雨，哦，被错忘了。哇，我是不是要下去啦？哦，没有，我活下来了，我的熊活下来了。啊，我下去啦！啊啊啊！趁现在去刷牙，抽到一个七块钱的地狱火拉克斯，好贵。你这什么鬼啦？哈？没事，吓一跳。很多小东西在上面跑。地狱很棒啊。超多小东西。啊，请画一画，都快死了。我在刷。啊、你看到那个阿姆姆了，谁呀你？哎呦！三星安妮，耶、yeah ！哈，安妮来了。什么？差一秒不？你轻一点，拜托。求你了，就轻一点。看夜曲应该他们把火人、啊，嗯，怎么夜曲这样？你刚打赢我、欸。他那个九桃，有啦，有了会赢吧？哇，我好像要下去了。啪啪啪啪啪！哦，没有，活下来了。怎么又赢了？不，好，那小力一点，拜托，你可以杀了我。可以，够小力吧？刚少什么啊？我自己都忘了。我不知道哎、欸，我要啥、啊？要修哦。挑最贵的、啊。你要棒棒吧？你不是法师？嗨呀。对啊，拿个棒棒啊。嗯，
哇，真的假的？两个钢铁三星哎，哇！两个寒冰霸权哎，哇！两个寒冰霸权，要秀。打到的还是镜像啊，小雨的。可是我的。我真的被晕，感觉就要死。哇，那个地狱火看起来很烧，很烧，快死去了。我的寒冰加地狱火，但看起来是很、欸……哇，熊熊，熊熊，哇，这个熊，熊熊，哇，熊熊这一巴掌，我这一巴掌好痛哦！我们比数也太近了吧？我们是互克吗、嗯？不对啊，没人克小雨了啊。我吗？对啊。冰川拉克斯，不要。疾风拉克斯。嗨，小雨。嗨。刚好不。哇，小雨，我被打爆了，下去了。啊，你要 double kill 了、啊。胖胖，什么？我 double kill 了吗？哎、欸，没有，我撑得住吗？你撑不住，你一定撑不住，你撑不住！哇！我回来刚好看到最后大比拼，差不多。哦，我找不到阿姆姆哎！阿姆姆不想跟你回家。嗯哼。你是掉什么、啊？香哦，嗯，都这样。You can't. 来放个沙漠使者。没看，我刚在刷啦，可是不熟悉角色就刷很慢，因为你要慢慢看。对啊，我要一个一个看。对啊。我都觉得我刚刷应该刷掉很多只我要的。哇，能不能撑得过？哎、欸，不好说，搞不好刷干它还是减一哦。以我的运气来讲，你这个撞好可惜哦。对啊，完了，要死了，要定住！哎、欸，这个盾哇，势均力敌耶！哇，又来那个。哇、啊！我这只没有二，没有上去，说不定有机会。我吃鸡啦，妈！吃鸡啦，吃鸡啦！乐曲太棒啦！紧抓是不是？我不知道，因为我前面就在想到底要抓谁。这一毒是不是？整团吃完了没啊？好啦，我关台了。好啦，那我也关台啦。各位拜拜。拜拜拜拜拜拜。吓死人了！出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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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、欸，加班喽加班喽！加班了加班了。小雨加班。有我看。好啦，今天就开到这边啦，应该大家都累了啦。感谢各位收看，最后终于吃鸡啦！谢谢大家，感谢各位。会喜欢夜曲是因为干爹那时候玩了一支夜曲，真的是让我觉得哇，这到底是什么妖魔鬼怪啊，对吧、啊？所以就刚刚从头到尾硬要抢夜曲也是这原因。好啦，感谢各位收看，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帮我点个喜欢；想继续看其他系列，帮我点个订阅。大家晚安，拜拜，晚安晚安。明天白天可以有时间开台啦，那拜拜喽。